我从来没有问过你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守护好这些秘密呢？对付发情的母马，用混有发情公马变液的香水这招，果然有用。嫁给我吧，秘密。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确实有点多，我需要点时间缓冲一下。我答应你，最多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一个答案，好吗？反正我已经等你七年了，也不在乎多等一个月。Thank you.
Serena 啊，秘密，真好，你总是那么准时。来，坐。啊，谢谢，应该的。你来过目一下啊 ，WE 婚纱高定，优格佳品，还有星光珠宝，三份代言合同的副本。啊，辛苦了。付出两个月，三份代言合约，真正辛苦的是你呀。能得到您和厂商的信任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秘密，我今天请你回公司，其实是有事情想跟你聊聊。嗯，您说。你接下来的这个事业规划，你公关形象那么好，有没有考虑过跨界？我现在正在准备遇见这样一个机会。准备遇见？嗯，机会是可以创造的，这不是您教我的吗？前途无量。那说说你的计划。前段时间青石云落文化传媒的孙姐私下找过我，她希望我能转签他们公司。我猜这应该才是您今天叫我来的真正原因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和 T-Stage 公司的合约还有3年才到期吧？嗯，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。啊，那倒也是。这些微不足道的违约金，我想他们也不会太在意的。那你决定了吗？嗯，决定好了。我一直想找合适的机会告诉你。哦。啊。我并不打算离开 T-Stage。嗯？我并不打算离开 T-Stage。那这么好的机会。从主观角度上来说，模特儿是我的兴趣，无论未来如何跨界，我都希望这份喜好不会丢。但从客观角度来说，真正捧红我的是综艺和广告。我在这两个领域都尚未站稳，如果贸然跨界的话实属不妥，与其一口吃个胖子，我更希望可以稳扎稳打，然后步步为营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是我正在重新考虑我的人生规划，或许。或许什么？闺蜜啊，你最近真的是非常努力，我们是有目共睹的。可是表演这个事情呢，并不是努力了就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收获的。抱歉，老师，让您失望了。你呢，就是太理性了。角色是需要感性的去融入的。你记住，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要演的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要总去想表演理论。你总是分析研究表演的理论，我觉得呢，你更需要的是去感受生活。明白吗？好的，谢谢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没什么 ，Serena， 我一定会好好履行合约的义务，绝对不会和你解约的。Serena， 客人到了。哦，好，让他进来。你还约了别的客人啊？秘密，你那么漂亮，人那么聪明，那么知道感恩，那么分得清利害关系，我就知道你是不会离开我们 T-Stage 还有我的。今天我还想给你介绍个人，是我在圈子里面很多年的一个老朋友，他可是非常厉害的呀。啊，是吗？谁呀 ？Serena， 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金牌制作人吴云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艺人闺蜜。你好，你待会儿一定要加油，一切顺利，你会是最棒的。知道吗？谢谢，加油加油啊！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你们认识啊？见过一面，之前和桂小姐的见面挺仓促的，不过印象倒是很深刻。怎么没人跟我说呀？我还费尽心思的安排了这场见面。来来来来，坐坐。
桂小姐最近的发展势头这么好，我早就想找个机会重新认识一下，有劳 Serena 费心了。哎呀，重新认识当然好，但是如果工作上面能有合作的话那就更好了。可惜我那部戏没什么适合闺蜜的角色，你也知道现在偶像剧的那些观众都喜欢女主角没有那么好看。看你夸的，不过我们家秘密确实很漂亮。谬赞了。啊，对了，身体恢复得怎么样？我听说你胸骨断了几根，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啊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多谢您的关心。啊，哎呀，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提了。也对，那我们说点开心的事儿。好啊，我要结婚了。哦，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，恭喜你。恭喜。谢谢。晚上一定要好好喝一杯庆祝一下。顺便问一句，谁那么有福气啊？洛城。他没跟你说吗？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。如果有那一天的话，会的。 Serena， 不好意思，我约了朋友要先走了。哦，好。我还以为今天有机会能和你喝一杯庆祝一下。下次一定会有机会的。 Of course， 期待。再见。他不是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吧？当然不是。喂，洛城。Bingo， 我是洛城，可惜我正在工作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晚一会儿联系我，或者是在读医生后给我留言。是我秘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提前结束工作了，我先去马术场等你，不用着急啊，老时间见。你好，桂小姐。啊，你好，你是马赛罗吧？我是马赛罗，很高兴看到你恢复健康。这是你追马那天落下的外套。啊，谢谢，我以为他不见了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你追马那件事，我们也有责任。你没有给我们深究，我们非常感谢。过去就让他过去吧。哼，好啊，你在等人？啊，我在等我男朋友。哦，那不打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啊。
真是。闺蜜小姐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那时候的名片。桂小姐找我回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有点事情想要请教您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可以聊几句？当然，我的荣幸。请问您认识他吗？吴云，认识，那个很有名的制片人吗？嗯。你追马的那天，他也在现场。哦，那您有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这我还真没注意到。当时桂小姐发生了意外，所有人都慌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她呢？那请问您记不记得最后看到她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，当时她好像在给谁打电话。秘密姐，谢谢云姐。你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掉下来了。成功了，方法很有效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谢谢您。不客气，没能帮上什么忙。不会，您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我要请您吃饭才是。好，我随时都有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了。好，下次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七哥。喂，咪咪，你好。最近很忙吧？是，最近很忙。有什么事吗？对，我这次打电话是有件事情想麻烦你。好，你说。你先帮我记一个号码。好。号码是175-2142-7713。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号码去年9月25日的通话记录。查这个号码去年9月25号的通话记录，对不对？好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散会吧。洛城，你今天迟到了哟。怎么了？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。洛城，一个月以前，你说让我好好考虑你的求婚，我现在有答案了，你想听听看吗？我们先交往3年好不好？如果3年之后我们可以承受得住外界的压力，成为更好的我们，我们就结婚吧。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对不起。是因为吴云吗？你真的要跟他结婚？你都知道了，对吗？确实是那样的。那我呢？
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人。我想和你复合，是因为我爱你，只有这一个原因。我想给你你要的幸福，所有的一切，无论什么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答应，一定满足你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公开，让我证明给你看。不回来吃饭的吗？朋友临时有事，约会取消了。那吃饭吧。妈，我有点累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我们来吃饭吧。雅天，雅天，吃饭了。乌云，香水。啊，谁？什么？可以跟你聊聊吗？啊，好，妈。工作还顺利吗？我按着妈的意思，把青石云楼的事告诉了 Serena， 她看起来很高兴。那就好。你们这个人个性很敏感，跟她交往，掌握主动权是很重要的。妈，你每次提到这个名字，不会难过吗？是有那么点酸酸的。But， 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爱情了。爱情是一种保质期很短的东西，它会随着时间而产生一种类似化学反应的转变，或者变得像亲情、友情，也或者变成怨恨。当然，除了时间，会影响爱情的因素实在太多了。可是我们不需要因为它的结果而感到失望，因为错的从来不是爱情的本质，而是造成它质变的因素才是关键。质变的因素？
跟洛晨吵架了。他要跟吴云结婚了。那个偶像剧制作人。我还以为他爱我。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能够突然让一对恋人分手的原因，无非就是现实压力、欲望插足、成全心理，或者是阴谋介入。阴谋介入？往往这种突然的转变都飘着一种阴谋的味道。你静下心来，不要被外界的纷乱干扰。想想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解决它。妈，我记不记得妈跟你说过，人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婚姻退一步人去楼空。你现在不争取，若是他真的因为误会而娶了别人，或许你会后悔一辈子。谢谢妈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妈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哦，七哥。咪咪，你要出去吗？哦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送这个。啊？你叫我帮你查了通话记录，那天他打的就是这个号码。嗯，谢谢。老七来了。哎，伯父，你们这是约好了要出去是吧？如果明明有时间的话，我想约他出去走走。他有空。不好意思，七哥，我没空。我今天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哎呀，人家老七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改天再办啊？对不起，七哥，我……没关系，那我送你去吧。啊，老七啊，既然都来了，就留下来陪伯父喝一杯茶吧。反正咪咪要去的地方也不是太远，说不定一会就回来了。嗯。那好吧。那爸妈，七哥，我先走了啊，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哎，这丫头，真不知道一天到晚瞎忙什么。来吧，进来坐。老七，来来来，好，尝一尝伯父刚刚泡好的大红袍。到底想怎么样？我，你别走。
我只想一个人出去走走，请给我点思考的时间。你答应我好吗？你别去找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抚养权，原来萌萌是吴云的孩子。这么说，洛城是因为萌萌抚养权的关系，所以在……这一仗，我绝不能输。洛城，怎么会是洛城？